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会用三个步骤告诉你怎么样把这条硬线给拿掉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把这条所谓的重量线给柔和掉。我们会用三个步骤把它给柔和掉。然后在开始之前呢，容许我先工商服务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开始有会员频道了。那会员频道的费用是200块，我们每周会上传一支真正的教育影片，所以你可以跟着讲义一起来学习。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我们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会提供直播，然后帮大家一起来做笔记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的平台，如果需要就可以看下方的连结的资讯栏，可以加入会员。那如果加入会员有任何问题可以私讯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。 OK，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当头发全部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这条线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把这条线的这个角呢给柔和掉。但如果直接这样剪是有风险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磨角的动作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现在呢各位会看到这边有一条硬线。那硬线的组成呢，就是因为当我们把头发集中的时候会产生出一个堆积的一条重量线。那不是说重量线是错的，而是我们如何把这条线柔和，像这样子的感觉。右边这个地方是我已经修好的，它一样有重量性，可是它会比较柔和。那我右边已经修好了，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左边的部分。那现在呢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用剪发梳的宽齿的这个地方梳起，梳起来之后呢，头发会在这边形成一个集中的位置。那我们就拿起我们的剪刀剪下去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提高，提高，好，提高一点点，有发现头发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一点点，我们就把它磨掉，慢慢的提高，慢慢的提高。好，提高到这边，头发已经有一点点没东西剪了。你再用梳子再梳一次，再提高更高的角度，啊，又有东西可以剪了。这个我们俗称叫做磨。磨的意义就是在于说把这条线变得比较柔和。那我们再多看几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梳一次。磨。好，没东西剪了，再梳一次。让头发提高，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头发会虚虚的多出来，那我们再磨。那同学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在磨的时候，你的剪刀不能够一直往外延伸，你一定要是圆进去的，圆进去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各位会看到现在呢，这条线就完全不见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就变得很柔和，可是旁边这个线还在，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又好用，就是你把它磨掉，把那个角磨掉，然后你会发现也不会有断层，很容易在去这个角的时候会有断层。那有的同学会说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？有，我们现在要做更简单的方法。好，各位会看一下，我现在把一个垂直发片拿出来，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角，所以会产生出硬线出来，所以这位各位看一下我的手，我把它摊开来之后呢，我们用点剪的方法，把这个角给点掉。点一个圆弧的概念，一定要圆弧哦，因为圆弧放下来的时候它就会收进去。好，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角，把它摊开来之后，OK， 一个圆弧的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收进去，很快这个地方就收掉。所以其实点剪用这样去角的方法其实也蛮快，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的手一定要把它摊开来，因为摊开来之后你才能够很精准的剪一个圆的概念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指呢怎么摊开来的，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凹下去的，有没有？它就变成一个圆弧了，这边很简单，很容易就可以去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最后一个步骤，我们刚才前面呢，先提高角度去角，然后垂直去角，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拿起打薄刀，好，最简单的方法拿打薄刀，然后呢，将头发撑起来。那我们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话题，就是打薄刀的时候，一二三三个步骤 ，OK， 一二三三个步骤把它打得比较柔和一点点。那我们来示范一次哦。撑起来，
OK， 记得剪刀的这个刀齿一定要在下面。来，一转动一下，二最后一个步骤自然垂落，三然后让这个里面产生出低层次调亮的一个效果。好，再来换这边，一二三，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收进去了，很简单的。那我们换下一层，数一下，我这边线虽然已经柔和很多了，但是我们想说能够让它更柔和更好，所以是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透过不同的角度创造出不一样的效果出来。透过剪刀的转动，我们再来讲一次，一二三 ，OK， 你会发现表面都没有打薄刀的一个痕迹，已经柔和很多了，而且有带一点线条的感觉。再下一层 ，OK， 刀一定要在下面 ，OK， 一二三，针对发尾的部分。OK， 非常柔和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层表面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已经去过角了，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就会很容易的把它调出你所想要的线。OK， 像这后面的量比较多，可以拿出来。有些量比较多的可以个别处理。最后一层，你只要打薄刀的方向是对的，你打出来的效果就一定不会有那种断层的感觉。各位有看到没什么打薄刀的痕迹，非常简单。好，侧边也是一样，一二三，其实这个侧边因为它的角度很低，其实它的做法就跟我们之前在那个零层次的包薄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就是包裹的概念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把重量线给拿掉，然后到侧边我们就是把线给拿掉。对，注意，这样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希望柔和一点，你也可以用打薄刀，一束束的拿起，稍微做一些调亮。但你这个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发流的位置啦。OK。把它调的比较柔和一点点。好，最后的最后呢，我们再一样拿出来，就尤其后面发量比较多的拿出来，稍微划掉一些，就增加一些线条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如果你的表面的动感想要明显一点的话，一样的做法。Okay， 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柔和，有没有？跟刚刚完全是不同样子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完成了三加一个步骤，我们再重复一次，我们今天刚才做了什么？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会先把这个重量线最明显的角呢，先把它提高角度，先把它磨掉。那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因为它代表是一种细致的一个修饰，但是它花的时间很多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花的时间太多，你就可以用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垂直拿起来转开来直接去角。那直接去角要小心会不会有断差感，那就要凭经验了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拿捏的话，我建议你用第一种。当然如果你前面两种都觉得哇不是很好用，你就用我们的第三种，直接拿起打薄刀，在发中到发尾的地方，三二一，三个步骤，三二一，还记得吗？转动一个方向，两个方向，三个方向，让这个头发有包进去的一个效果。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打薄刀打完之后其实非常的柔和，然后并且侧边也非常的柔和。当然你问我说能不能用点剪，当然也是可以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你可以用平行点剪的方法。那如果有兴趣就下面留言，我们就来示范一集怎么用平行点剪把这个东西修掉。但如果你有打薄刀，你就用打薄刀，因为很柔和，但是你尽可能还是像我说的一样，拿低趴数的打薄刀调出来的效果真的比较细致一点点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这一集的节目，那这里是科学剪发实验室，我是魏子渊，我们就下集见咯，拜拜。